家人们，我才知道这个星铁里的佩佩就是零花四比小恩配的音啊。我操，哇，啥声音、啊、佩佩打哈欠的声音。佩佩是谁？好，我不装了，佩佩也是我。做人太辛苦了，造孽。至于为什么小恩的狗叫必须得如此出神入化、惟妙惟肖，包包对此有话说。自己怎么回事？我是想你怀的狗。回到。有戏，好家伙，人传人是吧？小恩对此表示，姑娘说我是她的狗，我说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姑娘说，她说对呀、啊，你配了佩佩呀、啊，她说佩佩就是我的狗啊。我是艾斯达的狗。这话都理直气壮。这一刻小恩抱住了自己，好家伙，作为艾斯达和新海的 CP， 毕竟老师前有五郎后有佩佩，这才是人生赢家呀。